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？那我们这个一百面挑战呢，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唱歌，所以我们的挑战就是一边健身一边唱歌，然后呢，最后用电脑去给我们打分，看谁的分最高，怎么样？哦，好，那这样吧，还是提前有请你们四位先入座，好吗？好。嗯，健身的方式唱歌，那我觉得这难不倒咱们明星队吧？还难不倒什么呀？实话实说，有那么难吗？歌手出身呀，那你看看这小体格，说学逗唱啊！你看这小体格，他是按照健身的方式唱歌，正常比体力肯定有所不支，气得跟得上。嗯，但是鉴于咱们这五位啊，就身材过于瘦弱，我觉得还是公平的比呢，很难胜出，所以还是通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游戏，来帮你们赢得一些机会，好不好？盲盒胆量箱，挑战嘉宾需要把胆量箱里的机会球拿出来，每个机会球里藏有机会券，也有可能是难度券。好了，道具已经摆放完毕了，第一位谁来先争取机会？我来。雅琪。好，雅琪可以。三哥，我把它拿出来是吗？好。就是让增加节目的这种可观赏性嘛。肯定为什么要这个可够扎手的。人家告诉你是机会卡呀，特别扎。这是个卡，小心啊，别手别破了。拿东西猜东西，别破了，换卡片。你摸一下看会不会破？破，干，我是吧？哎呦，不是不是扎破的，是手磕。就磕破，磨完要猜出是什么来？不是，要把要在这些道具底下拿到关键的那张。哎，别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没事儿。雅琪，扎的慌，我知道，没关系。哎呀，雅琪，你要摸到那个机会球，关键，要抓准。现在就是您，哇塞，最佳的时机。究竟雅琪手里摸的是什么？现在打进我们的400电话，猜和雅琪一样的答案，将获得我们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黄金项链。你们确定是队友吗？哎，这冷血动物啊，它不咬人，知道吗？你确定有卡吗？有，用哪？有摸的位置。好，小球。对对对对对，扎得慌，不是那个。使劲找，它挺厉害的。前后左右都可以找。前后左右，前后左右，别挑一个地儿翻，嗯。感觉，雅琪已经放下了心。摸到了，已经完全没有。他都已经摸到了。真的。他都已经摸到了，都听见咕噜咕噜响了。对，我也听见了。嗯，这个。天哪，太厉害了！拿到了，哇，这是一个，请打开助战券。助战券，嗯，打开看看是什么。冒着被扎破的风，你看我手，哇，双人助战券破了。下一位应战的是谁？小猴，他胆儿大，对，都磕坏了。没有牙吗？这挺害怕的，这个。我这个，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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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儿。哎，真的，就这怕什么呀？别怕，真的。让你来，年轻人，不是，我是胆儿，来，哎，伸进去，别怕，怕什么呀？怕什么呀？你就放开。别闹。我都不怕，你找找找。现在又是您的好机会。哦，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哎啊，没有活物，你看他没有人找去找。你怎么就知道没活物呢？也许是活的死了的呢。哎呦，那更可怕。哎，找了。哎，这么费劲吗？好啊，我看打开看看。六战卡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。这是我的，我是助战的。你是什么？6公斤。6公斤。沙袋使用权。沙袋使用权。这什么？6公斤沙袋使用权。6公斤沙袋使用权。这就是给他们用的，对吧？这个是给你们用的哦。就是这个是增加难度的，要在那个上面再多加6公斤的一个沙袋的一个重量，所以说是机会球，指不定是好机会还是坏机会。对，6公斤沙袋，12斤。其实我都不想让你参与了，那你非要参与，我要算了吧，我放过去。下一个谁来？下一个，我来。啊，你这我提醒你啊，这可干啥？你会怕活的？我都拿着了，怕活的东西吗？我觉得宋宁姐就玩盲盒要从一个边溜下去。对，来，可能会动。哇，边溜下去，到底儿吓唬人。这个方向选。哎呦妈！哎呦，吓坏了！别把手硌着。我这人特胆小，就怕这个。我还以为宋宁姐不怕呢。哎，宁姐，你是假装不怕是吗？到底儿了。往这边来，你把那个在这儿，在这边。你把这箱子呀，往这儿找一个那儿一斜着点儿。瞧把人家吓的。
对，溜边走就完了。溜边走一般问题不大，嗯。看把人吓成那样了，都。嚯！哎呦妈哟！有毛？会不会是假发？又是假发？毛有可能是这。小心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方向不对。这里边谁是看热闹不嫌？这杨帆跟陈超俩人什么都知道，还不能说，还得看着你跟那啊，扔的吓唬你。我可以指定的告诉你，就在这边。我这个，我这个角落。都告诉咱。有毛，把人吓的。毛就有毛呗，别磕着手。你可以摸摸，是吧？你怕老鼠？哎呀，动了，咬人了，动了，咬人。对呀，咬了一口是吗？那动了，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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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你怕老鼠吗？它有身体，当然有身体。雅琪，它有俩大门牙呢。雅琪上，它身体，它有体温，然后有毛，它有身体，就是有轮廓，在那儿。这个讲，没事没事，让雅琪来。真的假的？他以前在屠宰场干过。雅琪有点大。没事，你咬上糖是不是有药？到时候咬了以后有药。我怕蟑螂。雅琪没有蟑螂，不是蟑螂，不是蟑螂。这么热乎呢，这里。对，这里面它有温度，那个东西。他都摸半天了，肯定是。你只要不怕老鼠就可以。这个脚。磕死了，对，顶在最角。我是不是那个东西真的是活的？讨厌，我不知道是活的，真的吗？是活的。啊，石头有毛，对，有毛，而且有形状。这个是我差一点，你怎么还碰到那个小球了？在哪儿？我下的对吗？对，对吗？这个位置对吗？再往这边一点，这边。对对对，再往后一点，再往后一点。它就在那个毛毛那儿，一抓就是。哎呦我的天哪！猴子忙，猴子胆大。我不行不行，你这还没摸呢。这个东西太吓人。我这都摸了。一拳来，对对对，一拳来。是爷们儿吗？替女人分担一点。一拳来，全姐，这里热乎。这个位置。来，快来，大家此时此刻又是一个好机会，请赶紧拨打400。还热乎乎的，你知道吗？有温度的。哥，跑哪儿去了？什么猫耳朵？哎，还说什么？哎，别说，我跟你说，老师这假肢。对，我也想说，打开看看。我从小就不怕小动物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动物吗？是动物。真的，小一会儿给你转过来。挑战外援出战卷。我觉得咱应该给应泉一个机会。应泉，你看每个人都尝试过了。英雄救美的事，对，宋宁，机会来了。宋宁，众望所归，快快快！宋宁，你完成不了，用你的魅力。哎呦，众望所归，快快快！胆子大，哎呦我这。来，就一下。不是我胆儿真没用，真小，我自己来。别演得自己很胆小。不是我，真是他能知道我这可伤了，全死了这一片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。应泉究竟能不能成功的拿出那个机会球呢？您的这个，我摸着了，也是活的，我摸着了，是活的，这暖和的。哎呦我天，地增的。哦，我们不是问这里面有什么，是让您把这个球取出来。我跟你说啊，好可爱。来吧，就是。哎呦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么想啊。它这个水，它肯定这球它浮在上面。对，那我也不能上那拨了，我都摸着了，在这脚这儿。来，快抓紧，快拿出来！不是我真展现男人本色的时候到了。对，上去就一把，连那东西和那球一全抓出来就完了。哎呦，不行，我真是，哎呦，正正哥也不。快点，电视观众看着，有损你形象。现在主要是为了你的职业生命考虑。你演一演，我给你指定一个范围，你就以这个方向。把手放下去，然后一触到底就能够碰着那个机会球，就能把那东西抓上来。来，抓，老杨跟那个抓娃娃一样。3、2、1，下手，抓。不，再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调整一下。对，大概这个方位。赶紧回来一点，赶紧，要不然又飘走了。往回来一点，对，往回来飘走了。这个位置，往下。别，我听见他跟我这搏斗呢，这。抓，就这个方向，赶紧的，一下下去就。抓呀！不是，听见他有声，我真的不是，我真，咱们不是说这什么啊？哎，应泉准备用一指禅把他给勾上来。在哪儿？啥东西啊？接近了，接近了啊！接近了，泥鳅什么的，我估计是吧？鳝鱼、泥鳅啊，估计很有可能。哎，还有水，你再给戳死。赶紧快点的！不是我这真是害怕，我不是说我这什么。害怕也没用。接近了，接近了，接近了。往回来一点，往回来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回。
往右，往回，往右。对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就给大家再来。对了，往摸到了，你已经摸到了，就在。哎，对，这儿。对。哎呦！哎呀，这里面没东西啊。有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看看，费尽千辛万苦。哎呦，漂亮！糖。千辛万苦出来的是杠铃增加十公斤。怎么增加十公斤？哎呦我天哪！但是你是值得的。疯了吗？这不是啥呀？我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啥？哇，瞧瞧，真怕！我去，这要让我摸着，我就死在这儿了。这个太吓人了，我觉得还是这个可以，还是英雄救美了一把。